啊，也会痛，不痛，那是痛，就是没有痛的。二八八八八八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傅法喜。十年以前购买了师傅的书籍，还看过 Discovery Channel 外国人对师傅的采访，当时就觉得国外的人会专门采访这一位中国的师傅，那这位师傅一定是法力高强。当我今天来到师傅这里，发现师傅平易近人，确实法力非常的高强，而且与众不同，教学真的是很生动，让人很快可以记住。同时感觉师傅创新不忘本，传承不守旧。我也希望跟着师傅学会六人仙法，回到四川帮助更多需要的人，同时再把六人仙法弘扬光大。谢谢大家。